我乃是太上天尊李长生。我是李长生，十八年前被新叔叔挖出至尊窟，得日红军宗师相救。我是李长生，十年前掌握太清湖，守卫北荒，大战三千余场。我是李长生，三年前元神破地境，天都之内一日斩杀三大至尊。我是李长生，近日元神圆满，更进一步正道天地，天上地下唯我独尊。我全都记起来了。我是李长生，三年前元神受损，灵石蒙尘，流落江城，被萧家老祖所救，与萧家大小姐定下婚约。我居然定下了婚约。天地玄黄玲珑塔苏醒，世间都有圣人出，难道是天尊觉醒，即将归位？天地玄黄玲珑塔一响，天地色变，天地玄黄玲珑塔二响，凤鸣寰宇。天地玄黄玲珑塔三响，紫气浩荡三万里。太清宫众弟子快进。是。九响，天尊曾言各神塔九响惊天地，当归。如今神塔九响神光已落，我等